了，让我感受到你身边的肌肉的之力。江队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请问？乒乒碰碰辣妹重训团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超爆臀腿日，要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来宾。来，一号选手是我，阿杰。三号香菱，呀，起床起床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来宾，咪咪。最后一次健身是什么时候呢？你比大概是一月份，一月份是不是？今天超爆，今天超爆，我今天应该爬着出去，腿软。感谢感谢，是昨天超爆的吗？谢谢。我们都被超爆了。你还是硬，我们相邻硬了七七四十九天。各位，这个就是重训的好处。从前硬到现在还没有软过你。还没有玩过，这个就是重训的力量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各位，请记得我们的 PP， 我们今天呢是要做到充血的哦，就是我们课程结束之后，你的屁股要两倍大，我们才能走出去。来，鉴定一下每个人屁股。一号，我先记录一下。一号，来二号屁股，二号屁股，哦，这屁股也很强啊。三号屁股，哎，一如既往很强的。四号屁屁，哎呦，这个阿杰这个屁屁也翘起来喽！我们现在就去第一个动作，来，江玲，请带我们前往弯外展。阿平教学第一步，屁股两侧要蓬起来，要做这个动作哦。阿平做几下呢？我吗？十二下。哦，十二下。你还如何？感觉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再往上。可以。我们的来宾呢，都是要来突破自己的。阿杰做多少呢？35，很棒。看阿平这个坚毅的眼神，怎么样？这很的眼神。挑战阿杰跟香菱的重量，觉得大几率腿上不开，先用搬的看看。超级有志气。然后呢，这边两边要用力哦，让我感受到你这边的肌肉的张力。我明明讲不出话来了。OK。如何呢？我跟你讲，我刚。从下面脸这样站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脸多狰狞。感受一下，要用抓的会比较用抓的、哦，对，浮力会太好啊。有没有感受到这边？有，我感觉我的手很满。你的手很满，对，很饱满，对。从这边，然后呢，喘过来了，上课了，对。好哟，说真的，阿平如果是健身房教练的话，一定会被搞。阿平的屁股贴太紧了，啊，你的屁股贴太紧了。屁股这边吗？对，好，已经碰到人家的屁股了。因为呢，我只看动作。我贴到屁股了，感觉怎么样呢？好害羞，好害羞，是不是？被干的好幸福啊！难度因为这个是全身系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全身要稍微协调。怎么没看到阿杰？阿杰在这里呀、啊，这里。要盯住屁股，要盯住。对，会抖，来一边。来，现在会有点拱了。我从未见我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然后阿杰换你了，太强了啦！看到没有，阿杰现在的罗马尼亚硬举也是专业的喽，也是说来这边的教学区，我来看一下。哎，在干嘛？现在都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请问？你好像像你这样子。很香艳火辣的，香艳火辣，对。刚才在干嘛？没事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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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才在干嘛嘞？这坚实。各位，请给这三位美女来777，做完可怕的硬举，我们前往华伦区。做一天休半年，做一天休半年。你刚不是说要成为我们的固定来宾吗？奇怪。好。
好，我怎么样？我要成为固定来宾，成为我们固定来宾吧。要。米饼，我以为都是做样子。米饼，在你来之前，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们辣妹中训团是做这样子？可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你是认真的，一开始都觉得我是认真的，对，因为我看你的身材成效，我就觉得你应该不是闹着玩的。哎呦，所以呢，我们米饼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做样子，他今天就是抱持着半年都会瘫软的情况来的。这个做完呢，就会长成这个样子，地上会充满蘑菇。来，蘑菇一号，这个蘑菇二号，菇三号。让你们看一下蘑菇们。哎，虔诚的教徒，来，让你们看一下我的视角。我现在是谁？不用跪我，我现在呢是贫教主，我现在是扶妻女帝。现在教主要验收了，各位教徒们，镜子前请，来。我们四个排排站，屁股摆出一个帅气的姿势。各位，我们今天 PP 训练班，喜欢的话请亲亲亲亲亲。来 PP 对撞，偷学 PP。好了，学员们，你们以为今天结束了吗？还没结束吗？来，我的形出来了，老师。对，形出来了，但是呢，登山者 ，Go！ 教练来了，不可怕、啊，教练，可怕的教练，哇，那个奇妙的生物，看到没有？来的人都要看一下什么叫做那个手臂跟大腿一样粗，这个是几？哪里大腿？大腿在这里啊，大腿在这里啊，这样子，手臂跟大腿，他们腿太细。好啦，来吧，我们叫登山者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？那个岩柱，不要注意腰的高度，维持腹肌张力的同时，让脚弹起来。坐一下，抬脚。是教练，那个小的不踩，我开始了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比较要注意的是，现在在做的时候，你的腰这个位置，来走，你就边坐，不要让它掉下去。所以屁股再稍微高一点点没关系。好，快点。有没有发现你整个人在左右甩？这样，可以的话就尽量让身体固定在正中间，跟头一直线就行。好，收到，谢谢教练，快走，谢谢，奥斯卡，谢谢。哥哥的方向还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可以吧？我刚那个摔不摔一组？我要再摔一组吗？现在已经下线了，开始，这已经下线了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 ，OK， 停。还是害怕？下线了，这里下线。那我还撑着了，所以你还没做吗？屁股低一点点。有。但是你没有。可以吧？太好了。好，这个也倒了。各位再看一次我的动作哦。那下面有个人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倒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这个钢铁姿势。对，钢铁姿势。好了，三十秒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吗？看眼睛吗？嗯，好。台下位置是不能卖的，那个不卖的。你来重训你就等现场看到了啊！还有机会？我天哪！高速有地震！我现在好晕。怕！你们连一半都还没到，知道吗？龟兔赛跑。阿平，跟他比一下，去比，拉上你。阿平选手立刻冲到第一名。来宾福利拿不够，来，请先趴着。我们的按摩师把他按抱，按抱他。如何？很爽，很爽，是不是？酸爽吧。
十里岸。没错。疯狂进攻。对，疯狂进攻，疯狂进攻。这个是过于猛烈，这是过于猛烈了。来来来，冷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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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个手中的用力。最后，来来来，冷住。这边是什么？我们在香港，这是我心里。这是我心里。OK 吧 ？OK 吗？感谢我们的胜利爱老师，非常棒，感觉如何？哇，这个加小费。好啦，各位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辣妹重训台。这个礼拜应该是一样精彩吧？我们的米比感觉重训台如何啊？我觉得我应该好好认真重训，然后固定班教练超顶。我们的香林按摩师这个要加小费，太厉害了。好的，各位，希望你们今天看得开心。OK， 我们最后呢都会有一个传统，我们四个一起叫荧幕前的各位运动。好，到喽。健康，万事如意！感谢各位，我们辣妹中学团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